不是 BBA 买不起，而是 Proton S70 更有性价比。全新的 Proton S70 隆重登场。经过漫长的等待，我们的 Proton S70 终于 launching 了。So 这一次的 Proton S70 呢，我们总共有四个 variant。So executive 呢，它的 selling price 是 from 73,800起，然后 premium spec 是79,800。然后如果是说 flagship 的话呢，它的 selling price 是89,800。然后如果是说最高的那个 variant 就是 flagship X 的话呢，我们的售价是94,800。所、在我身边这两辆就是 Proton S70 的 flagship model。 So 你可以看到啦，其实这辆车的整辆来讲的话呢，只有两个字可以形容的，就是好看。除了好看以外还有两个字， OK， 很帅。 OK， So 整个 design 你能看到它是非常的 sharp， OK， 包括你看它的全 LED 的这个头灯， OK， 还有包括它的整个 grill， OK， 都是在同价位里面啦。 OK， 这个 design 呢真的是没有人可以比的。 S70 呢，它车尾部分呢还是一样一个字吧，帅。OK， 非常的帅。然后它也会给到你一个贯穿式的尾灯啊。OK， so when 你在晚上驾的时候呢，其实那个辨识度是很高的。OK， 也包括你在 unlock 或者是说在 lock 这你的车时候，它有一个流水线、流水灯，它的boot space OK 也是很大，有足足的500 liter。So 如果是 for 那些像做 manager 的啊，还是说常常会出波要去 meeting， OK， 然后需要载比较多的 luggage 的， OK， 绝对没有问题，大 size 的 luggage 都没有问题。所以 S70 里面呢，其实你看它整个 interior， OK， 其实跟 X90 呢它是非常非常的像的， OK， 甚至还更加的简约， OK， 更加的整洁啊。不要误会啊，这个不是减配， OK， 而是它把它所有的东西都放在我们的这个 12.3 寸的这个 IHU 里面了， OK， 包括这个 IHU 也是我们同价位里面 OK 是最大的一个 size， 12.3 寸， OK， 所以包括 wireless charging 呢也已经是 original 就标配在这辆车里面了的，你看， OK， 所以这辆 Proton S70 呢，它全系它都会搭载一模一样的引擎，还有一模一样的变速箱，所以它的引擎是一个 1.5D 轮增压引擎，然后再配一个7速的双离合变速箱，所以它的最大马力呢可以爆发出150匹马力，然后它的最大扭力是226Nm。 的 safety 方面是绝对不用担心了的， OK， 它也给到你很多 safety 的东西，然后它可以说是同级别里面呢最 safety 最 safety 的车了。然后这样子价钱，这样子的 spec， 摄影师 brother 来来来，还能怎样比？你跟我讲，还有谁能比？来，我长这么大没见过这么嚣张的人。今天你又见到了。所以现在这两个 Proton S70 已经是在我们的店里面了的。所以在接下来的这几个星期里面，我们会陆陆续续做很多 event， OK， 我们也会陆陆续续拍很多的 video， 所以记得关注我们的 Facebook， 然后以了解到更加多的最新资讯。哇 ，S70 真的很不错。brother， 记得啊，首3000位啊，首3000位 booking 啊，我们有 special 的 early bird 的 promotion， 然后现在的 booking fee 只需要500块罢了，快快来找我们。这样我等下就要预定了。OK， 所以这个 video 到这边就结束了，然后记得 follow、like、share 我们的 Facebook page， OK， CS Prima Auto， 我是阿 Ben， 我们下个 video 再见，拜拜。